路加福音第四章一节，耶稣受圣灵充满，对约旦河倒来，圣灵将伊带到旷野，四十日久，和魔鬼试探。遐日子的中间，无食什么，日子满，伊就枵。魔鬼对伊讲：“你若是神的子，就吩咐这块石头变作食物。”耶稣应讲：“圣经记着讲，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，就是倚靠神的嘴说出一切话。”果然，魔鬼阁带伊爬上悬山，目尼久将天下的万国拢指予伊看，对伊讲：“这一切权柄、荣华，我拢要予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予我的。我爱予什么人，就予什么人。你若伫我面前跪落拜我，这拢要归你。”耶稣讲：“圣经记着讲，要拜主你的神，干那服侍伊命定。”九节，魔鬼阁带伊到耶路撒冷，予伊徛伫殿的尾溜，对伊讲：“你若是神的子，就对这跳落去，因为圣经记着讲，主要为着你命令伊的天使保护你，佮因要用手扶你，免得你的脚踏着石头。”耶稣对伊讲：“圣经讲，唔通试探主你的神。”十三节，魔鬼已经用尽各项的试探，就暂时离开耶稣。耶稣满有圣灵的权能，就倒去到加利利，伊的名声就传遍四方。伊伫国会堂来教训人，众人拢学了伊。十六节，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伊大汉的所在。伫安息日，照伊平常的规矩，入去会堂，就徛起来要读圣经。有人将先知以赛亚的册交予伊，伊就掀开，找到一所在，记着讲：“主的灵伫我的身躯，因为伊用油抹我，予我传福音予善良人，找我报告受礼的得到头棒，青盲的得到看到，予遐受压制的得到自由，报告神活立人的喜年。”就将册卷起来交上执事，就坐伫会堂内的人拢注目看伊。第一节，耶稣对因讲：“今仔日，这个圣经应验伫你的耳腔。”众人拢学了伊，阁奇怪伊的嘴说出恩典的话，阁讲：“这个敢毋是约瑟的子吗？”耶稣对因讲：“恁的确因这个俗语对我讲，医生啊，你都医治家己，阮听到你伫加伯农所行的代志，也都惊伫你家己的故乡。”佮讲：“我实在甲恁讲，无先知伫家己的故乡，互人接纳的。”二五节，我对恁讲实话，当伊利亚的时阵，天旷旱三年半，献地有大饥荒。彼时以色列中有真济寡妇，伊利亚毋捌奉车去因一个人遐，只有奉车去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遐。二七节，搁先知伊利沙的时阵，以色列中有真济生太高的，但其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以外，无一个得到清气的。会堂内的人听到这的话，拢满心生气，就起来请伊出城外。因的城起伫山顶，因带伊到山坎，要将伊扯落去，伊却对因中间行过，做伊去。三十一节，耶稣落去到加伯农。
就是家里里的一座城，在安息日教训众人。因真奇怪伊的教训，因为伊的话有关病。智慧堂内有一个人患着鬼的，大声哀求讲：“哎呀，那撒勒的耶稣，阮甲你有啥物干涉？你来要灭我吗？我知你是啥物人，就是神的圣者。”耶稣责备伊讲：“毋通出声，对这个人的身躯出去。”鬼将迄个人车倒伫众人的中间，正出去，拢无伤着伊。众人拢戆影，大家对问讲：“这是啥物道理啊？”因为伊用官兵甲能力命令乌鬼，乌鬼就出去。对安尼，耶稣的名声就传遍周围的地方。三十八节，耶稣出会堂，入去西门的厝。西门的丈母患着重的疾病，有人替伊求耶稣。耶稣徛伫伊的身边，接庇迄个疾病。个脚体，伊随时起来服侍因。四十节，日落的时阵，囡仔有病的人，无论患着什么病，拢带到耶稣遐。耶稣换手伫因个人的身上来医好因，阁有鬼对济济人的身上出去，话叫讲：“你是神的子。”耶稣就责备因。唔准因讲话，因为因捌伊是基督。四十二节，天光的时阵，耶稣出去，行到旷野的所在，众人去找伊，到伊遐，爱留伊，唔爱伊离开因。但耶稣对因讲：“我也得伫别个城传神国的福音，因为我奉差，我是为着这。”耶稣就伫加利利的国会堂传道。